在怀中，历历往事上心头，岁月不曾带我走，也不曾停留。当你远在天边，我依然一本初衷，守住心中的温柔，酸甜都尝过。因为有你在心中，让我变得勇敢，就算不能在一起，此情永不移。懂得你的心我会珍惜，懂得感谢上天让我们今生能相遇，懂得你爱就在这里。懂得你的心我会珍惜，我会付出所有的自己，让你相信爱就在这里。我会付出所有的自己，让你相信爱就在这里。照顾小宝，所以我要把小宝留在我的身边。哎，啊，无意啊，那你的意思呢？小宝是我的儿子，也是我跟子妍的亲骨肉。以前我没有扮演好一个爸爸、一个丈夫的角色，我希望能够有机会好好的照顾小宝，也算是对子妍的一种弥补。不行！好了，立冬，你不要意气用事嘛。第一，你不会带小孩；第二，小宝已经没有妈妈，难道你要叫小宝也没有爸爸吗？立冬，只要无意用心的照顾小宝，疼爱小宝，我认为你应该把小宝还给他的爸爸的。对了，对了，立冬，立冬，你们放心，以后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小宝的。只要你们有空，欢迎你们随时来看他。我一定会，我一定会。谢谢。美女，我也要谢谢你。要不是你今天狠狠地把我打一顿，可能我到现在都还没有觉悟。无意，你今天能真觉悟了，我们都感到很高兴，因为小宝庆幸他又找到了一个好爸爸。不过你真是爱注意哦，你那么发现讲伊原形不改哦，我是无遐简单，我走恁家把恁人抓出去，今仔早把恁抓到无半只，啊，你知无？我会。以前我不是一个好丈夫，但是以后我一定会是一个好爸爸的。对不起，我先走了。你那个超好色。立冬。姐夫。立冬，不好意思，
然后出手打你，打太重。不，不会，那是我应该的。姐夫，只要你有空，可以常陪小宝在家里玩。小姐，小姐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等我一下好吗？我马上把车子开走。对不起，先生，已经拍照了。小姐，我只是暂停一下，还不到十分钟哎。只要是违规，停一分钟也都应该被拖走的。你为什么不找个车位把车停好呢？台北市找老婆容易啊，找车位的话那就可就难了。车位不足应该是政府的事情啊。陈水扁出来竞选市长的时候，不是开出这个竞选承诺，说要整顿台北市交通吗？可惜呀，他的交通处长被这个市议员给赶跑了。哎，你说这个陈市长会不会兑现他的承诺？这个问题，我想你应该去问他，而不是问我。你怎么这样看人的？没看女警开罚单吗？我不是没有看过女警，我是没有看过像你这样漂亮的女警。如果陈水扁呢，他招考一些像你这样漂亮的女孩子当警察的话，那下次他出来竞选的话，我还是投他的。对不起，我是在黄大州市长任内投考警校的。哦，那算起来你是老鸟了。哎，不是，哎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等一下吧。哎，下了班以后你会去哪里啊？我要去哪里，这也要向你报备吗？哦，你千万不要误会，不要误会。我是一个很有爱心的老百姓，哎，对于你们这些肯为老百姓流血流汗的人民保姆，我是非常尊敬、非常尊重，而且很怜惜的。你看，像这个没有公德心的，打车子乱停啊，这么大的热天呢，在太阳底下，让你们这些漂亮的保姆开罚单，实在是很辛苦的。哎，我困了就不干了。等一下下了班了，我请你喝咖啡。对不起，我不喜欢喝咖啡。那喝西瓜汁好了，消消暑吧，哈。然后我再找一家比较有情调的一个西餐厅，我们来个烛光晚餐。借这一份晚餐呢，我向你这个美丽的保姆啊，致我最崇高的敬意。你看我这个安排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先生，对不起，我下了班要去找我弟弟，所以我没有时间接受你这份敬意。你要找你弟弟，那没关系啊，我可以送你啊，我有车啊。喂，哎，你什么呀你？别过去了，都掉了，我有开罚单呢。我看你还是赶快去拖吊厂领回你的车吧。不行，哎，我又过岁了，虽然又要个女儿吧，开车啊，你车怎么开的？老大，没问题，看我二人先告状。哎，臭小子，你是怎么停车的？怎么把机车停在路边的啊？第一，我不是臭小子；第二个，我还想问你车怎么开的呢？第三，我机车不停在路边，你就要停路中间吗？哟，想不到你比我还凶啊！我都还没骂你呢，你还跟二人先告状？
让开啊！小姐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明明就是你的不对，还不敢跟人家道歉。小姐，对不起。你去对不起就算了，那你撞我的机车怎么办？还好吗？不是很严重。赶快把这小姐的机车拿去修，限你一个小时之内回来。是。啊，算了算了，我自己去修了。小姐一定要修的，快点来，慢吞吞的。哎，不必了啦。哎，小姐，后面有家餐厅，我请你喝杯咖啡，顺便等他。我不喜欢喝咖啡。小姐，我姓黄，我叫黄立夏。我叫马婷婷，你叫我婷婷就可以了。你住那栋大厦吗？没有，我是去找我弟弟，可是没找到。哦，你这么年轻，那你弟弟年纪一定很小吗？他就是年轻不懂事，才会被人家利用嘛。被人利用，什么意思啊？我听说他跟一个黑道老大在混，所以我想把他找回去。对，应该，这绝对应该的。现在年轻人越来越不懂事，书不好好念，就想以为混几年黑道就可以当老大了。就是嘛，尤其是那些啊利用青少年替他们作奸犯科的黑道人物，我觉得最可恶了。对对，这些人都是丧尽天良的衣冠禽兽，我也最痛恨这些黑道人物了。黄先生，我说一句话，你不要生气好不好？什么话？你尽管说。我觉得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，我觉得你蛮像黑道人物的。啊？我像吗？还好啦，要不然。要不然你会怎么样？要不然我怎么可能跟你坐在这里喝果汁呢？婷婷，我们可以做朋友吗？你为什么不给我你的名片？这是我以前用的，我想我还是留个电话给你好。这是我的电话。谢谢。你是不是也方便留个电话给我呢？我想我跟你联络就好了。大哥，这位小姐的机车修好了。你叫他什么？大哥啊。不是了，婷婷，我跟你介绍，这是我弟弟，我是他哥哥。机车这么快就修好了？开玩笑，我们到那边修汽车，他们要是敢不快点修好，我不管，我把他们的店里给烧了才怪。婷婷，你说什么啊？婷婷，不是了，我弟弟他最喜欢开玩笑了，风趣幽默，我们怎么可能做出杀人放火的事情来嘛？还好，吓死我了。大哥，我们你闭嘴，车呢？在外面呢。钥匙给人家。小姐，谢谢。那我先走了。再见。拜拜。哎呀，大哥，你真的觉得我平常为人很风趣、很幽默啊？我可郑重、慎重、严重的警告你，以后在婷婷面前。不准给我恶行恶状，听到没有？我都毙了你！为什么？因为他将会是我的春天。感人最讨厌，打扮成公主女人的内衣啊，都蛮花衣型。你倒要记住，都不要炒太咸哦。栽啦，我又不是立秋，拜托。我再吃。你看，立冬要在那边发呆了呢。我看哦，他还是放不下紫妍。人非草木嘛，现在正好是那个感情伤痛期，阿斗做的就快点代志。他的伤，他的痛，只有靠时间慢慢来冲淡，慢慢来治疗。现在我们谁也帮不了他的忙啊！前两天哦，我看报纸的副刊哦，有一篇报道说哦，失恋中的男女
可以经由认识新的对象，发展新的恋情，借着移情作用，可以很快的把伤痛降到最低呢。真的？哎哎，那赶快帮立冬物色新的女朋友啊！你是在讲笑哟？现在临时去哪里帮他找新女朋友？你们这样看我干嘛？算咱立冬青的女朋友是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我，你们发神经啊？叫我跟立冬谈恋爱，为什么不行啊？当然不行，我是他姐姐。啊，立冬还不是一样，跟他姐姐谈恋爱？那是以前他们彼此都不知道啊。什么以前？以后嘛，赶快！你们又不是亲的姐弟，而且我又不是真的要你去跟他谈恋爱，我们只是希望你好好的去陪陪立冬，就可以借立冬的功夫登作用啊。移情作用啊，借着移情作用，让他的感情转移对象，把对子妍的感情转移到你的身上，这样子他的感情伤痛期哦，就缩到最短了。嗯，哎，还是不行啊！为什么还是不行啊？你们看嘛，我的条件也不错啊，不比那个子妍差，对不对？啊，把你这个移情作用啊起的作用，啊，一个爱的话变大啊！你拜托的，无什么作用，免想有信心，进去啦。嗯，你要去啊？去，就算你帮忙立冬的忙嘛，去了，去啦，去，去呀！立冬，说话，立冬，你这根球棒。你比我漂亮，比我好看吗？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，我可以了解。你姐姐死了，等于你在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亲人了。就像我上次，我在找我妈妈，可是到最后我还是找不到她。我现在想起来，我自己也是很伤心。姐，你知不知道，我真的好想你。啊，你知不知道，我也好想你。立冬，立冬，这什么情形呢？刚才是一个人在难过，现在是两个人在难过了。哎呦，张良，哎呦，你们拜托，拜托啊！立冬啊，立冬，你不要难过了。子妍就是看到你这么难过的话，她也会不忍心的嘛。哦，对不起，我不是要故意让你们陪着我一起难过的。哎，对我了解了，哎，不要紧了。哎，那你就上楼去洗把脸，休息一下。等下吃饭的时间到了，我再叫你下来，好不好？哦。你们很偏心的。安慰立冬都不安慰我的，还安慰你，我还想扁你呢。刚才叫你好好的安慰一下他，叫你做个什么移情作用啊？结果，哦，结果啊，你却发挥了同病相怜的作用。你看，你还害得立冬放声大哭呢。我也不希望这样啊。我看到立冬他那么想他姐姐，突然间我也想到我妈妈，所以。啊，所以你就哭个乱七八糟啊那样。人家也是人嘛。啊。嗨。我们两个回来了，你们刚刚说谁啊？谁哭得乱七八糟？哎，立秋，你怎么了？没有了，没事的啦。啊，你们两个怎么一起回来的？哦，阿文都碰巧而已啦。哎，美女啊，还有更碰巧的事情，我今天跟立春不约而同都认识一个女孩子。啊，你认识了女朋友啊？对啊。啊，好棒哦！对女孩子有兴趣了。哎，立夏，那你那个女朋友是在干什么的？不会是出来混黑道的吧？哎，她长得怎么样？漂不漂亮啊？她长得很斯文，很漂亮。哎，应该不会是出来混黑道的。不过她做什么，我搞不清楚。那你就赶快把她带回家来，我们帮你鉴定吧。反正还看见了呢。哎呀，哎，你怎么搞偏心呢？我今天也是刚交了新的女朋友啊。你们只会关心立夏那一边，那我这一边呢，不闻不问哦。啊，你还是要甲你混，甲你混啊！不管是咧换女朋友啦，换女朋友比换先生较紧啦。啊，你哦，搞位都无一个好女孩嘛。哦，你都唔知影啦。
这一次不一样啊，她绝对是个好女孩啦。嗯，你才刚认识她，你怎么确定她是个好女孩呢？对对对对对，啊，搞不好哦，又是血腥玛丽的翻版。你怎么样啦？我叫抹下水了。你没有看过不乖的女孩当警察吗？啊，你交的女朋友是当女警的、哦？哼，搞大力才衰。台北有漂亮的女警吗？啊，你说你不要乱讲哦，你小心全台北市的女警群起反弹，控告你诽谤啊！哎呦，好了好了，我随便说说，哎，动作完我够，好，我不够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要开玩笑了，我现在慎重我介绍我女朋友给你们认识。嗯，我交的这个女警哦，外形飘逸，气质高雅，她那一双迷人的眼睛啊，可以说是威严之中带着柔情，刚烈之中不失这个妩媚，可以说我见到她的人哦，一定爱死她了。你别搁在那里分家鬼啊啦，我咧落咧咪，我咧咪咧咯，白死、嗯。你如果不相信的话，下次有机会我带回来给你们看。你迄个我真无兴趣看，嗯、我即马看有兴趣是要看立夏交的迄、那个。哎、欸，我也是，从小到大第一次听到立夏交女朋友哎。立夏，你终于开窍啦，想通了哈、哦，这个交女朋友好处很多啊，请两个退会啊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我也恭喜你。希望你在这位漂亮警花调教之下，从此洗心革面，不再花名远播了。那是一定的啦，只要我能追到手的话，我。宁愿为他洁身自爱，从一而终。你，从一而终啊！我的守身如玉的，我从一而终。等一下，那么扯，小杂货，南宫南宁，下次如果搞不定的话，马上来找我，我把这个与生俱来这个泡妞绝技啊，全部传送给你。哦，那就先谢了。不客气，只要你有什么情敌上的问题，随时来找我，我一定帮你斩草除根，把对方的根都拔起来，帮你排除一切障碍。谢谢。互相勉励，共勉之。哎，休谈休谈，你们千万别高兴得那么早，我有话要问清楚。那是什么话？你们两个是已经到了适婚年龄了，啊，交一个女朋友这也是应该。是啊。不过之前发生立冬啊，可以搞到家里亲大姐的悲剧哦，所以我决定从今以后，不管是你们要交男朋友，还是你们要交女朋友，弄一个传单来出来宾身家调查。那都叫麻烦了，不会吧？我觉得。美女说的很有道理耶，我们为了以防万一，必须慎重其事啊！哎呦，拜托啊，美女，这只有你跟我是亲兄妹而已，不可能有其他兄弟姐妹流落在外啊！这点您大可放心啦。哎，啊，这可就难说了啊！你怎么知道哈，你阿爸哈不会偷偷的在外面跟别的女人哈生其他的小孩子呢？对耶。有这个问题吗？问题是，我今麦刚刚感恩公维维金丢，你最好赶快把那个女孩子带回家来，让我们好好的调查清楚。对，要把那个李春啊，立马赶快呐！啊，你知不？知啦，只要能追到手，我一定带回来给你们看的。不过我只知道他当警察而已，其他的我一无所知啊。是啊，你连对方叫的小苗你都不知道哦，居然在这里跟我们说的像真的一样！哇塞，我真是服了你哎！哎，要是连对方的名字也不知道，就可以叫做女朋友的话哈。那我随便出去外面逛一圈哈，一天起码可以交好几百个女朋友。哥，你我在点点。我的的我的的蛋壳心棒棒，我的的我的的蛋壳人一棒，贴近红尘的你。老大那么照顾你，那么疼你，我们出来混的就是讲义气，像你这样恩将仇报还算是兄弟吗？老大回来了，有种你就自己跟老大说吧。什么事啊？我说你干嘛不说？老大，我干嘛讲话吞吞吐吐的？我们啊都是好兄弟，有什么话你尽管说啊。我怕我说了你会骂我。哎呀，不会了，哎，你们是我的小弟，我是你们大哥，你们有什么问题，有什么困难，尽管跟我说，我只有想办法帮你们解决，怎么会骂你们呢？说啊。那我说了，老大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我的家人发现我在外面混黑道，所以要我马上离开你，改邪归正。你说什么？你要离开我？我问你，我们出来混的最重要是什么？就是义气两个字。你要背弃我们，你还算兄弟，还算是人吗？岂有此理！老大，你刚不是说只会帮我们解决问题，不会骂我的吗？骂你？我若有枪在身上的话，我一枪毙了你！
老大，枪我这里有。王超，你要我死啊？像你这种不讲义气的杂碎，留着有什么用？老大，你毙了他。老大，不要，你饶了我吧，再也不敢说要离开你们了。老大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拜托拜托。老大，拜托啊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啊。老大，老大，拜托啊。老大，好吧，既然你知错能改，碰巧今天心情特别好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谢谢老大。老大，你真是宅心仁厚，难怪我一直把你当偶像看。哦，你一直拿我当偶像看吗？当然啊，在我眼里啊，你比周润发更酷，比刘德华更帅，比成龙更活泼，比周慧敏更美人。哎哎哎，你都搞错啊，拿我跟女人比啊。老大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总之你是我偶像就对了。这还差不多。我在这里已经等你三个钟头了。等我？等我干嘛？开罚单呢、啊。我叫黄丽春，小姐贵姓？后面有个车位，你为什么不停？嘿嘿，我是怕我车子如果没有违规的话，你就不会出现了、啊。就算你出现，你也不会理我嘛。那你今天是故意在这里等我看你罚单的喽？能够跟一位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聊天、啊，不要说开罚单，开罚双我都愿意啊。今天下了班以后，不用找你弟弟的。还是要啊，还要找你弟弟啊？你到底有几个弟弟、啊？一个，可是我昨天没有找到他，我今天还得去找他。哎，那好吧，我今天的车子啊没有被调走，我送你过去。不用了，谢谢你，我有骑车。啊，那这样好了，我在这一家西餐厅等你啊，等你找完弟弟以后，你可以过来，不见不散。我不一定会到哦。哎，不要考验我的恒心跟我的耐性啊。我说了，不见不散，等你多久我都愿意。那你就慢慢等吧。我就不相信你会不来，给谢。终于肯见我啦，跟我走吧。我昨天跟我老大说过，他不准我离开他。他不准你离开他，你就不敢离开他？他叫你去死，你是不是真的要去死啊？好吧，既然你们老大这么蛮不讲理，那你帮我约他，明天这个时候在这里等我。姐，你要做什么？做什么？找他谈判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哎，姐，我。真是不来了，我可怜你。以我的魅力的话，他是抗拒不了。不用，我有更小办法。哎，少爷，来来。先生，你要咖啡吗？你想把我毒死啊？我已经喝了九杯咖啡了，来杯白开水了。今天希望不大。来宾黄立春先生，柜台有您电话。来宾黄立春先生，柜台有您电话。香港才我的家，奇怪。我电话，哦。喂。真的还在等我吗？小姐啊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不要考验我的耐性跟我的恒心啊！那我不是跟你说不见不散吗？那你继续等吧。嘿，小姐啊，求求你了，拜托你了，你一定要来了。哎，我，
我钱包掉了啦！你要不来的话，我没有钱付账哎。真的？真的啦！我怎么会骗你呢？拜托你啊，你一定要来啊！哈，你来救我吧。那好吧，待会见。好好好，待会见啦，拜拜。我就说嘛，以我的魅力的话，天底下有几个女孩子能够抗拒得了？有啦，有两个啦，一个还没出世，一个死啊。看啥啦？美女，下班回来了，又过来爱睡呀？哈，美女回来了。立冬呢？放学了没？他早回来了啦。又关在房间里面了。讲到这个囡仔，他那边哪会用的啦？我们也知道不用的啊，问题是没有办法嘛。哎，你可别又叫我负责什么移情作用哦。对对对对对，不要再叫立秋了，去负责移情作用了啦，他已经失败过一次啦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你不讲我才袂记，他是失败者哈。阿你你个成功，你去。这样叫我去哦。嗯，不行啦，我是男生呢。嗯，啊，男生是安怎？敢有人规定讲男生跟男生就不可以在一起谈心聊天呐？哈哈，感恩，这回轮到我看好戏哦。我们去啊。那你个谁去？没错。美女姐啊，拜托你了，你不要为难我嘛。嗯。对了，美女啊，感恩一向不算辞令，你让她去哦，我怕会弄巧成拙哦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你不讲我煞袂记，伊还蛮讲话，啊，你较敖讲话，你去。我才不要嘞。嗯，你能讲话的善辞令的不去，他不善辞令不能去，这个又是失败者。啊，到时讲讲安那，要叫我家己去哦。哎，你什么意思？美女啊，你要是敢亲自出马的话，那是最好不过的。哎，对对对对，你看上次立冬会喜欢子言，那就代表说他喜欢比较成熟的查甫人啊。哎，什么的查甫人？你是要讲话不？查甫囡啊啦，还是查甫姨啊，拢会用的啦。查甫啦。哎，国庆啊，杂志上面分析说哦，这叫做什么？恋母情节啦。哇，你一个头啦。他叫你去涂下狗狗脸，跟我讲到这老。美女啊，你不要生气嘛，刚才就跟你说啦，感恩不会说话嘛。嗯，你去嘛，你去嘛，去你最知道的嘛。你妹，你搞的，只有你啦。好啦，和恁公家呢，我家己一直搞起来的。啊，小红想叫伊是阮弟弟呀。好吧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你的心我会珍惜，我会付出所有的。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我去。来了，美女加油，现在就去吧。不用去了，他下来了，看我的，给你一瓶。立冬，来来来来来，来小姐，这里跟你讲话。当当当当，来来来哈，那就这啦，谢谢跟你开讲了，啊，我蛮乖的。立冬啊，你最近哪安静啊？下课以后哦，应该四处去走走啊，找找同学啊，要不要买家去打打球啊？我最近没有什么心情打球。好好好，没心情打球哈。不喜欢运动的话哦，应该找些娱乐嘛。现在人流行去 KTV 啊，啊去什么迪斯科舞厅啊，你看加减蹦蹦跳跳，心情轻松，也许还可以交到女朋友呢。老姐，你不是一直很反对我在求学时期交女朋友的吗？哦，这哦，这是有。之前你那么激烈反对，现在你又鼓励我去交女朋友，你这老姐怎么当的？啊，公完的欢气欢斗，几下公都几下公，你是不是给我停下啦？哎呀哎呀哎呀！哎呀你走。哎，你，哎呦，啊，到底什么情形啦？啊，无代步，只用给我骂到狗血淋头啊！
安尼，我是招谁惹谁啊？啊，我去冲犯着谁安尼啊？立冬，好了，先坐下来再说。别生气嘛，立冬他心情不好，你就不要怪他了嘛。哎，心情不好，啊，我就是要让伊心情较好。今晚我看你心情不好呢，我真正好心去让伊金呐。好啦，算了算了，美女，你也知道立冬他现在就像一枚炸弹，咱上好大家拢莫去甲卡啦，要不然他定时要爆炸。啊，骂我呢？骂我呢？好了啦，好了，别生气了啦。别生气了。立夏，你回来了。立夏，立夏，哎，你今天怎么那么早回来？立夏，嗯，啊，你今天哪只赢？你不是交到女朋友吗？对啊，有时间啊，你应该多多跟对方去约会啊。我也是想约他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找到他啊。你连对方的联络地址、电话你都不知道哦？哎，你们两兄弟真厉害哎！昨天回来啊，说同时都交到女朋友了，啊，结果那个立春哦，是连对方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。那立夏今天回来说联络不到对方，哎，他们这样子算是交到女朋友吗？啊，在、啊！哎，好了好了，不要笑我了嘛，我也很懊恼啊。哎，你的信呢、啊？哎呦，盈利，好消息哦，好消息！啊，快点呐、啊，看是谁、啊？怎么可以？重要的信怎么可以撕破？元旦写来的信，你们干嘛？没有啊，看看元旦跟信上写什么嘛。他说：“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这是元旦写给我的情书 ，Love Letter， 不能告诉你。哎，我看哈，你们还是在慢慢聊天，我要上去。哎，我的信封，我要上去哦，好好享受我的情书。哒哒哒哒哒哒，你喜欢享受的。”什么跟什么嘛，神秘兮兮的，谁稀罕看你的情书啊？立夏，那个信箱里真的只有一封信吗？没道理啊，元旦哥吼不可能只写信给 Manny， 不写信给你啊！不行，我要去看一看。你去帮我看一看。好。还有一封，刚才立夏没有看到而已。哎，还有一封呢！我就说嘛，元旦哥不要偏心了。你想说些什么？元旦哥什么都没说，是减肥的广告单了。元旦哥要你减肥啊？要你减肥？我因为不胖，看我还是拿去给美女好了。公妹来了，这晚我已经几点外钟过，还没到位呢。坐飞机的话也到日本了，哦，摆明的是要耍我。少爷，哎，先生，你要白开水吗？你要把我撑死啊！我已经喝了九杯白开水了，什么都不要了，买单了。啊，我不要买单了。那你还要什么？我要他。哎，小姐，你好，来坐。对不起，你要回去洗个澡，所以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你要喝点什么？给我来杯可乐。可乐吗？嗯。你不点点什么喝吗？哎，不要了，我已经喝了20几杯咖啡了，我再喝下去呢，我怕会咖啡中毒了。如果半年之内哦，谁要跟我提起咖啡两个字，我绝对跟他翻脸。等了5个钟头，真的很有耐心哎。啊，为了要等你来哦，不要说5个钟头了，10个钟头的话，我也愿意啊。啊，要不要再点点什么吃的？不用了，我只是来替你付账的而已。不用客气了，账我自己付就可以了。你不是说你钱包掉了吗？好好的，对啦，因为我在这里喝到第9杯咖啡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的钱包掉了。那喝到第18杯咖啡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的钱包自己掉在自己的桌底下，所以我就把它捡回来了。你是存心在骗我？这
这不能叫骗嘛，这个叫善意的谎言。如果为了要等你哦，撒点家谎，你不介意吧？我非常介意。啊，我想一定还没有听过"一寸光阴一寸金"这句话吧？嘿，我听过啊。你今天说你在车上等我来开罚单，等了3个钟头，然后又坐在这里等我，等了5个钟头。你是想跟我说你很感动是不是？我想说你这个人真的是不懂得珍惜宝贵的光阴。为了等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女孩子，居然这样子浪费时间。像你这种不懂得珍惜光阴、金钱又会撒谎的男人，我想我没有兴趣跟你做朋友。再见。小姐，你听我解释吗？请你放手。我不放。放手。我不敢放。你真的不放？不放。小姐。我去了啊，哈哈，我裤底也湿了，阿母啊！啊，你嘛是袂歹啊！哎，你忘了当年那个郭富城呢？伊嘛是拍广告，有没有？有个女孩子很漂亮，泼了她一身的水哦。对对对，喷贵宾这样红起来的，哎，你会红哦。你是捌一个啥啦？问题吼，伊唔是破水啦，伊是破裤啦。你看麦，这束西装是新的嘞，我只想去了了。我看你去了了，唔是干那这束西装尔啦。对啊，还够领带啊，衬衫呐。嗯，除了衣服啊，他还毁了你的自尊心、自信心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对什么啦？恁三个哦，卖多的幸灾乐祸了。嗯，下面那问啥？是你家己甲我讲的？什么那个女孩子长得外形飘逸，气质高雅？不要啦，你那拢卖气，等着了黏贴贴，规身躯气质拢足高雅的。对，我还记得他讲说，他那对迷人的眼睛啊，威严之中带着柔情，刚烈而不失妩媚。对对对对对，到最后，原来是一只母老虎了。我知道了。你可不可以叫我点点啊？再就好了。立春啊，我看你今天跟宣布失恋喽。失恁？开玩笑！我跟您讲了，这既然哦，我一定要追到他了。你不怕？怕什么？我的字典里面哦，没有怕这个字的。哎，立夏，啊，你跟你女朋友怎么样？进展的如何？刚好请我家吹。其实啊，你的情况还比我好，至少你可以跟他面对面，让他泼可乐啊。就是啊，立夏是连想要找他都没有办法。下面一说，所以我今天一直等在家里，就是等你要跟你这位情圣讨教一下。你找错人了，你找他，他现在是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，他有办法帮你找到女孩子，没办法啦。相公，我有办法。你真的有办法？哎，快快快，什么办法？出来听听问。大少是安尼啦，哎。这嘛是圣公下面办的，这个是妙计。什么妙计？从明天开始哈，你就守在这个你们俩邂逅的地方，寸步不离，等他出现，阿内都丢啊啦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妙计？你说呢？你说呢？你说呢？哦，你点点啦？嘿，去溜溜的啦。大嫂，你要再为袁大哥没有写信给你而不开心吗？我不是不开心，我只是在担心。袁，你们两个孤男寡女躲在房间干什么？哎，你不要乱讲了，我是在安慰大嫂呢。嗯，今天美女哦接到袁大哥的信，大嫂只有接到减肥的广告单而已。你的工厂的不差啥？下面减肥广告单呐、啊？立春。嗯。我现在好想知道袁大哥写给美女那封信的内容了。那很简单啦、啊，你叫感恩哦，跑过去美女房间偷那封情书出来，那就知道啦。不行不行，我不能做这种窃盗的事啊。对呀、啊，偷看人家的信件好像也很缺德嘛。哎，你们两个又有好奇心，那又不敢做这个缺德的事情，阿内过来不要多啊。
立春，你平常跟美女不是很聊得来吗？你可以过去帮我探探她的口风啊。我过去。好不好？啊。好吧，那我过去看看了。那我等你消息啊。好好好。李露啊，你家己在秘书房间在看什么？看元旦的情书啊，看得我好感动。不要。对呀、啊。哎，美女，我也正在想哦，从明天开始哦，我要对这个漂亮的景华哦，施展一个情书攻势。啊，你元旦的会也在叫我看呗，我看有啥物甜言蜜语也在抄的呗，可以吧？不可以。美女啊，麦阿内娜，那我不看，那你念给我听啊。我为什么要把我的情书念给你听？我不要。娘不要带那也要紧啊，小看一下。我不爱啊。啊，搞唔只呢？看早你家己拢陪我看。无啦，拜托你啦。我不爱啦，麦啊！你听下坐，我念无你听啦。你去听下坐。爱念无？我家己念。哦，你讲啊。好。嘿嘿，讨厌，闹人咧看人的情书的啦。我痛我了屁屁去啊！紧念啦！心如乱，若伤心如。